娘怀孕的时候每天喝猪尿，对生出你们这些人渣都像我养的猪的尿。发表评论好像很酷很专业，真正面对音乐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萎缩，好像会扣骂虐，你们还是继续用文字算了。我心里血露出来的垃圾我们真的不敢听，我经典德国去西天取经，就你们这种低级水平还不配钻到狗窝里用嘴给狗取经，绝杀手还生有过干掉的敌人都是每种的奴隶，用不着继续努力，你们这辈子注定是垃圾。别再说我是其中一的成员，这是个误会，我的速度也可以，我的什么都可以，你干不掉我因为你不可以，但你可以，但是跟我他妈更可以。 OK，他们说我唱那么快是因为声调，那现在我降调给你们来一段。最魔法出这种快快的快快快子，跟我唱那么快不是因为吃了伟哥，听伟哥在路上的他妈绝对是伟哥，我除掉所有的黑的全部地方摧毁了。不喜欢声调是因为他妈根本听不清楚在讲什么，他妈的还是上不来三皇权在后，慈禧是太后，我有福气在后，一批汉森给你台北最给力的尾气，我的兰博基尼穿着 sexy 比基尼，我们用钞票来对他们嘲笑。今天母亲阴茎割下蚯蚓阴道，就这商品被我爬上白绫，我就烧红的火车帮你们的母亲守护，你们都是贱民杀父。今天母亲阴茎割下蚯蚓阴道，就这商品被我就让我来 rap， 我 rap 的时候他豌豆在喝牛奶，一边抠脚趾头一边观赏球赛，他们派去 AP 喊人就像屠杀犹太，总统才不敌死刑制院长。最他妈发出这种快快的快快快子，跟我唱那么快不是因为吃了伟哥，听伟哥在路上的他妈绝对是伟哥，我除掉所有黑的军的时候跟他豌豆在喝牛奶，一边抠脚趾头一边观赏球赛，他们派去 AP 喊人就像屠杀犹太，总统才不敌死刑制院长。干，音乐居然结束了，可是我还没有唱完哎。麻烦 DJ Afro 再给我开一个 beat， 谢谢你。Afro 兄现在正在我手下打工，我每个月给他开2万台币哦，而且今年也会帮他出张 mixtape， 给他一个交代。耶、yeah, ，又可以唱了。不过我要先发表几秒钟的演讲。热狗，你新发表的论文我已经阅读了，看来你确实已经收到了我的付款，你帮我做起宣，感恩哦，超级感恩。这两天我就会帮你介绍一位超级劲爆惹火的新人出来为你写歌，你做好心理准备哦，唱得非常凶狠，不然不要再恰喘赛。我的男人，满人，难道满洲克是他本名吗？也不是呀，所以你们凭什么说我不敢用本名？我本来就是一批汉人啊，不知道你们究竟要怎样？你们先不要激动，我还没有唱过瘾嘞，哈哈。耶、yeah, ，就让我来 rap， 我 rap 的时候跟他豌豆在喝牛奶，一边抠脚趾头一边观赏球赛，他们排挤 AP 喊人就像屠杀犹太，总统才不敌死刑制院长黑的手台，我把大宝装进口袋里来向我求爱，国丹蹲在地上被我按装口塞，男人把手榴弹碰到手指所在的公厕，他说这是满人你知道的，哈了，耶、yeah, ，饶舌完毕。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两行泪，靠呀，马正也不会讲台语耶，他天天念英文哦，你们这帮乡下人听得懂吗？不过他统计也有翻译单词给你们听，是一名负责任的行政院长，这是满正你知道的。